好久没有来逛泡泡玛特机器人商店喽，今天来看看我又推了什么盒玩吧。耶、yeah, ！欢迎收看《玩具都是我的小孩》。今天我要开箱的是，噔噔，这个就是最近出的新系列，这个就是 Roy 的第二代系列，就是水果星球系列。好，那我首先先欢迎今天的玩具特别嘉宾是噔噔，他就是这个 Roy 的第一代的那个仲夏精灵叶里面的 Fire 星火，我那时候就抽了这一支。好，那他来这边把我加持，让我抽到我想要的。好，然后这次我之所以我会买推这两盒，是因为我那天在看那个泡泡玛特的直播，那个社团直播，然后那个他们直播一中盒，然后就被烧到了，所以我就去抽了这两盒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我刚才来开第一盒看看是什么东西吧。第一盒是，噔噔，哇，十六火星是我想要的啊，太幸运了，因为那天看直播这一只还实体还蛮让人家惊艳的。好，然后这一次的那个这个水果星球很特别，是除了娃娃本身之外，还有这个它的底座，底座就是那个代表星球的图案。好，这个石榴火星呢，它就是水果，然后再加上星球嘛。好，所以这个星球应该是火星。噔噔，耶，石榴，番石榴，哎，你看上面的那个小小那个水果的地头，然后它的那个头是渐变的颜色。好，然后他的那个衣服就是有一点那种科技感，有没有星球？然后就后面就是后面这个透明的披风，然后就是我、哦、那天看直播，然后就是大家转过来这个黑色这个那个猫熊的背包很让人惊艳。然后我那个时候还有说他就是他上面戴的帽子蛮酷的，有没有？这样看很清楚哈、哦，哇，太好了！那我赶快把它安在这个火星上面，哈、啊，太兴奋了！拿出底座来，然后它这个孔是有一大一小的，你就是把它对应上去插好。噔，好，这个石榴小王子还是小公主，然后他就站在他的火星上面，耶，太可爱了。好，这就是我抽到的第一盒，那我们来看第二盒是什么咯。第二个是，噔噔，哇，这个是蓝草莓海王星，蓝草莓，嗯，好特别哦。好，蓝草莓不是蓝莓，好像又不是蓝莓，有一款叫蓝莓，那有蓝草莓哦。好，好，这就是它的底座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长怎么样喽。噔噔，哇，这一款那个直播我看到也是超粉红色系的。好，你看它上面就是有一个螺旋桨，也是我喜欢的元素。然后它上面就是草莓，然后有那个草莓的那个斑点嘛。好，哇，整个超粉红的，然后有这个也是太空装吧。后面，哇，后面是一个那个草莓背包氧气罩嘛，一颗草莓，哇，超粉嫩的。好，那我赶快把它的这个底座拆开来咯，安装完毕，耶、yeah! ！他在站在他的那个蓝色星球天王星，然后这个是我的那个火星石榴火星，哇，这两个都还蛮粉嫩色系耶，我抽到的都是粉嫩色系的，然后都是有这个太空元素，因为是星球，哇，这是我觉得我抽到的我都好喜欢哦。好，然后还有这个原来的上一代的那个啊，他们三个真的色系还蛮像的。好，我可能跟粉红色特别有缘吧。好，听说这一款还蛮多只是黄色的，然后黄色有一只我也好喜欢，没有抽到，希望我下次可以抽到。好，谢谢你们的收看，然后喜欢的人赶快去那个泡泡玛特的商店，那个机器人商店推盒吧，现在还有很多盒等着你去抽哦。好，大家再见咯，拜拜。